怎么还睡觉呀？起床了，老公。起来上班啦。等着说会儿。啊？大嫂，那搁了。再起说会儿。来呀，上不错，班我先去忙啦。会儿。老公，一会儿你上药房去一趟呗。你咋了？你病了？去买什么药啊？我没病呀。这个月大姨妈拖了20来天了，最近还有点恶心，去买啥你不知道呀？啊？啥情别况？吓我！你给我吓着我！哎，不，哎，这不咋回事啊？我不跟你说了吗？大姨妈不拖可了能的，20来天，然后，今天早上有点恶心，想吐了。不可能的。那有啥不可能的？哎呀妈呀，坐一会儿。哎呀！去呀，上药房啊！不可能的，快去！不可能！你是不是吃什么东西吃坏肚，吃坏吃不舒服了吧？那我哪知道啊？你不得去买啊，拿回来看看吗？不可能的，你肯定吃什么东西吃不啊，舒对，服我了。吃东西吃的，那我那肚子大姨妈拖了多长时间了？快去吧，对呀，去吧，吃东西吃难受的不去去吃。呀！去呀，咋哎呦，啦？看你挺高兴的啊！哎呀妈呀，老高兴啦，老美啦，哎呦，我去老高了！兴啦，老美啦，烦死了！怎么拉烂死了？你不是哎，最闹喜欢心！女儿了吗？你再要整个小小咋办呢？最喜欢你。你看我现喜欢的东西多了呢，这多好呀！好什么？你给人又弄个玩伴，多好呀！手足情深，你不懂吗？还玩伴？啊！他爹就完蛋，还玩伴？怎么我了？怎么了？不用愁眉苦脸的。哎呦，我勒个去了！还玩呗！哎呀妈，说好听玩呗！上班吧，上班吧，上班吧，来去去去，上啥班啊？快去上班吧。哎，你说弄，下班上完顺便上药房去，快去啊！快去！哎，愁死了！愁什么愁？赶紧的。哎呀妈呀！你上班上什么班啊？那你要干啥呀？穿衣服呀。穿衣服干啥呀？上医院去，上医院吧，不用啊，你上班吧，去什上。么不用啊？上医院去，快点我去。儿！哎，对了，怎么了？吓我一跳。不会你搞了一点小动作吧？我去，我不别！对劲儿。君子动口不动手。哎，我是女生哈，我是弱势群体啊！不干啥我勒去？个去！你还弱势群体，你都老谋深算了。我去了，你现在看学干兵谱了你啊？啊，暗度陈仓了你啊？还给我，你是不搞小动作了？穿衣服去医院，哎快点！呀！